现在目前是台湾国民人妻、国民女神何宇文。哎，他已经不是人妻了，他已经不是人妻了。你为什么要这样介绍我？他是国民单身，国民人妻，单身熟女，单身熟女。国民人妻是因为很多很多我们演艺圈的一些不孝男艺人都把他当作他老婆。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封神六怪，我觉得我人生。欸，他这个意味着有一点在吃醋的含义，就是，可是我也觉得玉林哥是对我好，因为他制造我的价值。但是这种事情我也是会生气耶，我是会不开心的。我是清清白白的女人哦，我跟你讲，我是没有在干嘛的。哎，你怎么突然认真起来了？因为我要看我主题啊，不要讨论我的私生活了。一点不顺他的心，他就会翻脸。不是，就是你们这样讲讲的，我桃花都跑了。我跟你讲。